那你快点，我都快生了。我找不到车位呀、啊。你怎么还不到？我在找车位，我找不到车位呀、啊、我。你快点，我都快生了。这车位真的实在是太难找了，我怎么找不到一个车位？车位，车位。一直都在停车场里找车位，总算见到你了，叫爸。呸！你不配让我叫你爸爸，你尽到过一天做父亲的责任吗？别人的孩子可以坐爸爸推着婴儿车，可以当大马骑，而我呢，我到现在连自行车都不会骑。孩子，对不起，我一定会尽量弥补的。扎肚脚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和你妈呀准备了一桌子的饭菜，你什么时候到家呀？我今天肯定要稍微晚一点才能回来了，太堵了。好，我们等着你啊。堵车。爸妈，我回来了，太堵了。哎，你们是谁啊？我爸妈呢？妈，他们是谁啊？这是你弟弟。这是你两个侄儿。对，哥哥回来了。咻咻咻咻咻，短。陈翔六点半。